的电影可以吃到最后啊，因为那个《棒棒糖》比较中甜蜜蜜。啊，今天 Prestige 呢合作了一个时尚特饮。来，左边，左边。老实说，其实我觉得我昨天看完首映之后，比我第一次看还要震惊哎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荧幕比较大，然后又有昨天是700多个人嘛，八百多个人一起看，我觉得那感觉其实非常的震撼。对。Yes。其实昨天看完是真的蛮感动的，然后让我们想起很多当时在高雄拍摄的场景，所以很心里是非常的感动跟激动这样子。嗯，昨天哥哥有来看啊？是，就是很一样很生气啊，但是他也觉得很坏，然后感受得出来他也蛮开心的，感觉替我很开心。对，所以我昨天看完的时候，其实就感受到有800双很不友善的眼神在看着我。然后我回去了家里的时候，然后家人们有些可以接受，有些不能接受，所以就觉得还蛮特别的这样。